啊，先生，走快来！哎，前两天重温了一下《三体》，其中《三体》的水滴探测器，我特别的感兴趣，后面就一直在想，以我现在的航空技术，能不能稍微实现一下水滴的飞行功能？可以的话，再还原一个太空两千响。我目前想到的方案有两个，要保留水滴的外形，只有飞艇和航道穿越机能办到。飞艇在外形上是比较象征的，但是飞行速度就一言难尽，撞击就更没有可能了，和放风筝一样，完全失去了水滴的灵魂。航道穿越机方案外形会略差一点，特殊的角度还会穿帮，但是这个方案可以完美还原水滴的机动性和速度感，直角转弯说不定都可以实现。画一个水滴的外形，把内部掏出四个气流通道，动力系统直接塞进去放中间，飞控和电池放在水滴的尾部，非常的合理。虽然开了四个洞，从侧面看起来还是毫无违和感的，就是从正前方看略微有点奇怪，外星飞行器的脑袋上有四个洞也挺合理的。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加工打印需要的配件，核心就是中间的四个动力系统，你可以理解为在水滴的内部塞进了一架暴力无人机，水滴能不能飞起来就完全取决于这四个航道动力系统。同学们，我操，俯仰测试，前倾，后倾，校准正常，动力系统工作正常，只需要再包裹一个水滴的外壳就行了。我们还专门设计了一个起飞支架，来解决水滴不能正常放置的问题。准备解锁。没正常吗？我这边声音不太对头啊。解锁，解锁。这个飞行效果怎么样？值不值得点个赞？目前飞行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动力比较高，没有多少余量，油门都快到90%了。现在这个水滴的起飞重量也达到了2675克，室外机动飞行应该会有一点悬。我们现在这个水滴有点舒适战斗机的美感，全是螺丝外露，非常的硬核。飞机通电，可以。好了，水滴室外第一次飞行解锁。好，走。三体水滴准备起飞，走。好，准备左右走试一下，右转，就这个姿态一直是竖着的，看着很奇怪。右转，走快一点。哎，散架了，不行，油门干到底了，救不回来，高度不够。最后的坠机主要是动力没有余量，起飞油门达到了90%，机动飞行完全没有余量来保持高度，掉地上一下就解体报废了。3D 打印外壳和强互作用力材料比还是差远了，就刚刚那一下炸机，是正常水滴的话，表面都不会刮花的。我本来还想撞击个玻璃什么的，还原一下经典场景，现在是没有机会了。回到工作室继续研究升级方案，突然发现了一个方法，或许能实现太空两千项。屏幕壁纸换成水滴，找一个全黑的背景，手机亮度调最高，关灯。
断了，被割断了。我当时还准备了一个投影仪，准备打一个银河系出来，发现还是纯黑的更有太空的感觉。灯光关闭，手机亮度调最高，这个效果绝了，和真的水滴一模一样，你们也可以试一下，效果绝佳。好了，以上就这一次制作测试三体水滴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点赞和关注支持，您的支持就是更新最大动力。我是布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